器中国侨联副主席余国春 GBM GBS GP。尊敬的交换礼物者，陈昌欧副会长、吴坤副会长，各位校友，大家好。接下来有请中国侨联副主席余国春 GBM GBS GP。尊敬的交换礼物者，陈昌欧副会长、吴坤副会长，各位校友，大家好。好高兴喺新冠疫情后，暨南大学香港校友会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香港校友会成立30周年。尊敬的交换礼物者，陈昌欧副会长、吴坤副会长，各位校友，大家好。好高兴喺新冠疫情后，暨南大学香港校友会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暨香港校友会成立37周年，让校友们再一次聚首，共聚齐民。暨南大学是我哋华侨最高学府，自1906年创办到家，为国家同埋香港培养咗大量嘅人才。系香港暨南大学略有近70000校友，当中有老中青不同年龄层嘅校友。今天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陳澤滔副部長，佢就係我哋暨大嘅傑出校友。我哋校園有好多校友喺香港不同嘅領域、不同嘅地區、不同嘅專業默默耕耘，喺香港嘅繁榮穩定作出貢獻。當前我們已經踏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祖國發展一日千里。世界矚目，香港作為融貫東西的國際大都會，是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八大中心的定位無疑將推動香港發揮更多的優勢和潛力，令香港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更高質量發展。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立足香港，是一個重要的愛國愛港的團體，背負了國家聯繫和團結校友的重任，關心和輔助年長校友，輔導和協助年輕的校友，關心他們的學業、事業和家庭的發展，守望相助。我相信在張漢寧會長的團結帶領下，校友會變相繼續積極發揮暨南人的精神，持續推動香港校友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建設，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說好香港故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貢獻。最後，我祝願校友會會務蒸蒸日上，祝願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多謝余主席，請受坐。